你经常会来这里啊？不经常，不过我叔叔和我爸爸关系最好。哦，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他们之间的关系，我明白了。你什么时候离开镇江？后天。祭祖后我会离开半个月，等我回来，我就去你家。 谈订婚的细节。嗯，你妈妈的意见不需要考虑吗？在这件事上，只有一个女人的意见值得采纳，那就是你。哦。可我以后总要面对她的。会好的。有一件事情，我想问你一下。 我工作起来之后，就很难保证可以随时接到电话，所以我想跟你约一个固定的时间，每天可以通通电话。每天？嗯。好啊，我可以。我一般是起床后、午饭前还有睡觉前，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有空。好，那就这三个时间点。具体的时间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早上7点。 中午11点，晚上11点半。好，早上7点，中午11点，晚上11点半。那我进去了，路上小心。嗯。 爱情。